如果你这么想的话，你就错了，因为我毕竟是个王者玩家，我就是再不会耍的英雄，对吧？你用来打白金、钻石以下局，那基本上都是能够吊打对手的，这个很放心。我带这点燃，哎，他为什么死了一次？打了一团，吸血。好像有点痛，哇，好痛啊！我吃药了，我要杀他了。好，我队友来了，来帮我。这波我先，他没插眼的。哦对，等他到位，等他到位，好，差不多了。没杀掉，这第一波杀不掉，没有 W 杀不掉。这个闪现打出来，他死了呀！我升到三级他就死了，这个血量升到三级就死。他差一点经验。好，最后一个兵，不行，他离我太远。我们用一个消耗手段来去耗他 ，EQ 进攻。他先不敢靠近兵，他为什么会这么嚣张？我都搞不懂。你没有闪。这个触手怪啊，他带的多兰戒，哎呀，还是不太熟悉瑞文，没事，还真能把他杀了。我点燃还没交，他买了个药水，一波把他打死，呼叫一波打野吧。我把他的那个。他抓我的那个东西给躲了，再跟他打，他死了，这波他肯定死，我队友来了，他肯定要插眼，不打回去，这要被发现了，我靠，这个是真的有点菜了呀。熟练度不够，先走出去，有点痛。他这个触手一旦拉到我是不能跟他打的，打不过。拜拜，这波赚，小赚一波。啊，我靠，这个环境，这个蛮王来上路是几个意思？哎呦，又被他拉到了。我有点无语了。我说实话啊，这真的是熟练度问题。我马上六了，我觉得他，啊，他也六了，算了。主要还是熟练度不够啊，对于自己的招释放的时候没有那么有信心。知
他这么玩他肯定要死的，我要回点血，他这么玩他肯定要死的，明白吧，他肯定要死的，我觉得我可以骗杀他，他马上要死，你看着吧，他马上要死，这波我勾引他，让他 W 过来，我一个 E 啊他就死了。好，他没蓝的，我觉得他要死了，等我下一波 CD， 我最好勾引他冲塔，吸点血，他在等蓝，我在勾引他，他蓝有点多了，我先骗他个技能，他现在的蓝量能放两个技能，七级了，好，机会来了，他不动我手，那我呼叫一波打野，我护盾能挡一波伤害的，没关系。瓜皮真的是，真的是瓜皮。一个人头到手，游戏结束。这个基本上他就没了，因为他没有基本功，我有基本功，所以我一旦是优势，那基本上雪球就会滚得很大。这波推了回家，回家出来起飞，好，起飞，1800，我们先来一个，先来个这个，再来个燃烧宝石，这样的话我的 CD 是25。我非常依赖 CD， 他闪现没了，八七，我一波跟他撸不太好，我得把他大招骗出来，漏了很多刀，没错，呼叫一波，打野在附近啊，他没闪。这波可以先呼叫一下打野，哎，不急，上早了，别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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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浪死了我就有点难撑打，我先耗他一套，用我的护盾来换他去 ，EQ 上去 ，A 一下 W，A 一下两段 A 一下，不行 ，EQ 上去 W A 一下就跑，我只要骗他一招就行，一招没骗不好打，这波小兵多，他没闪。他这个
拉的话，如果被他拉中，我真不好打。再耗他一套，先骗他进。哎，拉不到，好，他下一波 GG， 下一波他 GG。好，走了，又耗一套。他想拉我，在没有小兵的时候，我们注意一点。这波他又不要。他药太多了，不好杀。虽然他不会打，虽然他很菜，但他药多，他英雄强度有点厉害。再耗他一套会稳一点。打我一下好痛啊！他没蓝了，但他的血量比我多。好，这个蓝量可以跟他搞了。差不多了，都一波把他撸死。你恐怕不知道我瑞文多强吧？你这神之，他就那个无知的你这，真的是，真当我不会耍瑞文啊？啊，光速 QA 不是假的。第一把热手啊，第一把热手，好，这一层塔皮，他应该有踢，我再吃一层我就得走了，还可以再吃一层，他没有踢，拜拜。走位，走位，好，走位，哎，偏技能，好，再来，哎，瑞文就是要打出机动性，这个游斗打得非常的好，好，回家起飞2600。现在补刀也追上来了啊，这个补刀追上来了，很舒服。好，瑞文交给我啊，这个下路的蛮王交给我了。我们一定要利用好他的这个小技能，一根 Q W， 这三招用来消耗是非常有讲究的。我还不太熟悉这个英雄啊，哎，有感觉了啊，有感觉了，虽然不会耍，但你看我马上看上去有样子了。哎呀，很到位。我们继续发育。哟，也没白跳。把他放出来，我能秒他。注意看啊，我怎么把他满血秒掉的？他有推和破败，还有大招隐身啊，所以注意，他只要靠近我，他就死。我们把距离感要掌控好。他现在只要敢 A 我，我就锤他。
点我一下，这个药，好，我石头人，赶快走，没事。这肯定打不了，那两个人我肯定打不了。哦，他很大。这还能让你跑了？哎呦，这没把他杀了。走，击飞，晕住，闪现拉开，一段两段。哎，我三段没了。35 CD。出个这个。再买一个。用来冲出绿甲，出绿甲。前车之鉴，后车之师。好，45 CD 了，凑够了。还是很有感觉的，只是熟练度不够啊，熟练度不够。哎，上去杀二楼一去。我现在单杀他很轻松，他1900的血，2000的血，我直接见面开大就秒他了。你还不走，那就是你的问题了，兄弟。我发现我的伤害很高，一段是200，三段就是600，再加每段一个平 A， 一套打完900 ，W 100多。我来了。还有大，没死，死不了，很稳。
这个一波有点厉害，这个石头人的大招有点厉害，有点肉。我补一下。好，这波我出来应该是起飞。掉了，不行，扛不住。哎呦，我靠，歪了。得有闪，没闪不行。发育下，发育下。好人来，跳个大。没事，不怕，我跑得快。机动性就是这么高，机动性哟！哎，这个愣头小青年嘛，你都没话讲啊！这些人投资巨铁，这个女金身没把他杀了，我靠！20%的攻击力，20%。我的发育有点差。刚才这个 VN 的人头也没吃到，我吃我大石头人，我得找点人头。哎，这里有个人头。
了，人头来了。好，人头来了，你跑，我把你追，把你追死了。我，你跑，哎，你继续跑，没事，继续跑。蹂躏之，哈哈哈，啊！并没有蹂躏，被蹂躏之。别慌啊！你怎么对着水晶 Q？ 我要闪现了，我要收头了。我们再打大龙，快快快快！我一个人可不敢过去。追了，来追呀、啊！我来了！好。差一点，差一点输出，差一点输出。哦，输出没了。快上上上，我大招马上好。回一波，这一波是肯定有投资了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上上上，我有大招的。恐惧吧。来了，十，这么说一千块，哎，没了没了没了，啊，哎呀，嗯、我方同意投降。哎呀，这把瑞文耍的并不是很好。这把的瑞文耍的并不是很好啊，还没有感觉，没找到感觉。